讲的就快了。嗯，但是好了很多，真的是好了很多。嗯，不操心，反正放心，不然他会跟我搞定。是啊，但是有时候你会怀疑，你会忽然觉得好像他也有些事搞不定，是吧？那他还没有说这搞不定，但是呢，毕竟还是有点能不能行嘛。这里面最里面还是有这个，但是呢，就不去多操心他。对，但实际上实践证明呢，还确实是搞定。时间是证明了他搞好几件事，我就不管他了。但是还没到100%的做到什么都不说。我跟你说，观世音菩萨一般打太极，他不打拳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他一般很多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，你在这个房间里会看到很多拳击手。知道吧，大家，而且这个房间你会看到，但是对一个菩萨来讲，或者是对佛菩萨来讲，可能他会在空中，他在这800里有一个圈围着，800里已经没有问题，他不会看这个房间有没有问题，他会在空中画一个圈出来，而你看不到这个圈，你看到的是里边的800平方米，因为。要成道不是我们要成道布一个场或者一个地方出来，他关注的围城不一样，关注的东西不一样，可能就几百里以内他已经在布空，就是说好多东西，就是说一个场，还有就是说这里边的很多的重要的东西，未来发展趋势里出现的一些问题已经在全盘的，因为他是从大往里说的，就已经在全部处理之中。所以当他把黄河已经修通的时候，小支流已经没问题了。你看到的是小支流，他始终在修黄河，修一条大的河，他一定会把小的带进去。如果有一天众生，就如果是一位吧，他希望全世界的众生幸福的话，他关注的一定是地球。他不会去关注你今天吃饭没吃饭，这就是你站在什么样的等级，你站在什么样的能力。如果地球遭殃了，谁吃饱吃没吃饱都已经没有问题，就是说你吃饱也等于没吃饱。如果地球都不存在了，还普度什么众生？是不是？就是说他一定是先关注最大的，然后才一层一层往里走，最后关注到每一个人。如果我们不管外边的，里边的环境已经没有。就是我们这800平米，你打扫的再干净，如果围着你这个楼圈全是垃圾的话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就说，那么你注重的是这个房间没干净，而我注重的是这个外围没干净，因为我看的我是从这儿看的，你是从这儿看，所以不用担心，里边的东西好打扫，因为没有去打扫它，是我知道还不到。机构难返的时候，还不到说是我们没有不可收拾的地步，还可以收拾，只是没有精力，知道吧？还没有时间跟精力收拾。从外边开始收拾，因为外边的事情更重要。一层一层往里走，不用担心。但是谢谢邵大哥的慈悲，你的操心是正确的，你的担心是正确的，没问题的。应该担心了。